品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品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，由浪漫大战 Happy， 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啊，地图选择的是 TH 潮汐猎人，出生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不死族 ID Happy 啊，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职业选手，人称欧皇。好，看一下他的对手啊，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红色的人族 ID No Name， 我们的中国人族浪漫，也是目前的世界第一人族啊。两个人最近比赛打得非常的多啊，那这一场呢是双方在天梯上的一场较量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双方一个英雄选择啊，浪漫这一局选择的是大法师的一个首发，嘿，大法师首发那打的还是比较的常规啊。 Happy 呢也是常规，首发的是巫妖。好，那这两个英雄的打法是吧，再加上这两个人啊，其实都有一个流程了啊，开局你开矿我开矿，然后互相骚扰，骚扰完之后啊，如果双方五五开，那就进行到中后期的一个对抗。当然如果说人族进行的比较顺利，很可能三级大法师可以直接把不死族给压死，如果欧皇胜利过度，那就是中后期，中后期双方又要各种出牌是吧。那一般来说就是 Happy 出狗，对手的话出骑士，那出骑士 Happy 就会转女妖，你转女妖对手要么转飞机要么转坦克，好，你转坦克我这边就车，我这边就出绞肉车。好，看看是不是这个套路啊。来，开局的话 Happy 上来是卖 TP 买腐蚀基地，开矿开矿开开矿。浪漫这一边的话，最近的练级细节确实做了一定的调整啊，他选择先练地精实验室，主要还是让大法师速到三级，大法师一到三给巫妖的压制还是蛮大的啊，所以说巫妖也得加紧加紧啊，到三级，没有到三级，二级的话会被这个二级大水源搞得非常的难受啊。好，看一下开局巫妖是打了一个指环加四，第一时间去抓对手练级，但是对手呢并没有去开矿啊。好，过来懂的啊，大概也是知道你在这个点位，那现在大法师到二级我是阻止不了，我可以阻止你到三，巫妖两个人在这里秦王绕柱，来来来，你堵我的口子，我小狗也拉了过来啊。那目前的话 Happy 优势是自己可以开矿了，然后呢人族是大法师的等级稍微的领先一点点，现在人族啊讲究的并不是第一时间开矿，而是大法师第一时间到三，三级之后啊给巫妖的压制力非常的大。哎，这里还做了一个假动作啊，就怕大法师过来抢经验值。好，巫妖的话金光一闪到了二级，这边打了一个敏捷加三，另外一边这个小福特曼也是一直在骚扰，可是只有一个小福特曼啊，骚扰效果比较一般。两个人又开始双方硬怼了，大法师现在练完这个点，本来练完这个点马上练完分矿直接到三，这一波的话稍微被对手抢了一个怪。好，浪漫这边得赶紧过去给对手一点压力了，否则对手的矿马上开好，必须得过去啊，把对方的矿盖子给拆退一次。乌鸦过来阻挡你一下，买了鞋子啊，跑得比较的快。好，这个矿应该矿盖子可以拆退一次，但现在大法师挨了一发 Nova 啊，有点扛不住了，反补很细。另外一边一级水元素又招了一下，那这一局大法师并没有等级优势啊，所以打的呢也并不是特别的顺。欧环，嘿，这个矿盖子还想修住吗？修不住，修不住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巫妖的蓝用的非常的省啊，基本都要留给大法师。刚才三个福特曼他都没有舍得去用 Nova 一下。好，这一波的话看看把福特曼赶跑之后，这边资源差不多了，可以继续放个矿盖子。浪漫的大法师回来刚好把分矿练完啊，到了三级，大法师到三等级又继续压制了啊，三级打两级。但现在巫妖的话身上的魔法值比较的多一点，又整了一个智力加三，再加上贵族头环，把属性值给堆起来啊。大法师虽然你等级高，但是对方蓝比较多，所以说现在三级大法师对巫妖并没有一个碾压的姿态。哎，矿想开，但是欧魂抓得比较的紧，怎么办？这矿一时半会还真放不下。大法师的话家里暂时还没有商店，那这个状态暂时补不了啊。好，大法师也去整了一个鞋，欧魂的话这里继续，你拆我的矿我就让你不让你开矿，怎么办？小农民一时半会这个矿放不下去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欧皇的矿盖子第二次造到一半了啊，这边的话商店敲好了。好，大法师赶紧补一补啊，状态一补，
然后呢再过来放点水元素，把对手的一个小狗给赶跑。巫妖这一波杀农民经验值赚的贼多啊，2.9级了。你大法师刚缓过来，巫妖马上到3，所以大法师还是没有什么等级的一个优势啊。来，民兵过来继续把这边的小狗给干掉。大法师掐指一算，我还得再去拆他一次。不过现在巫妖到3级了，哎呦，巫妖一到3，这大法师的话赶紧跑啊！一发诺瓦砸下来，那这一波还能再拆吗？好，这里卡位，小农民卡位，不让福特曼冲过去，水元素冲了过去，大法师不太敢过去啊！一过去二级诺瓦，好，福特曼准备好了，这一次应该还可以再拆一次。来来来，大法师放完水元素就得走啊！这巫妖一发诺瓦砸下来，可难受。好。矿盖子再一次打退，哇，这一局浪漫对时间点的把握也是非常精准啊！大概对方的矿造到什么时候啊，过来拆一波。自己这边的话刚才木头有点缺，好，现在木头过来赶紧敲敲敲，把这个分矿给敲好。大法师水元素一招，哎，要不再绕一圈，好，身上吃了一个药膏，哎呦，不会被打断，千万不要打断啊，打断之后就白吃了。巫妖好，再买了一个弓爪，再买了一个优越之剑。这一集欧环对于自己的巫妖投资也是非常的大，刚才农民没有全部一起敲，现在还没有敲好，兀尔一方诺瓦，小农民四散而开，很细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大法师应对巫妖，但是巫妖的巫妖的装备有点厉害啊，有攻击之爪。好，大法师有指环，我也很硬。这边矿盖子又要被拆退，哇，欧环这个矿被拆了3次啊！浪漫民兵敲了过来。这两个人前期开矿打的那是真的惨烈啊！大法师的话，接下来啊，有机会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啊，吃一下慢疗啊，补一下状态。来，三条小狗，好，把你的塔给点掉，塔点掉，巫妖后面发挥的空间就很大了。巫妖回头一发诺瓦，哇，大法师都不带动的，随便你砸，我很硬，可以的。巫妖一看，怂了怂了，对手的话好像一时半会弄不死，先撤。大法师。刚才吃的是一个净化药水，慢疗暂时还没吃。哎呦，直接过来追你，大法师赶紧跑，赶紧跑。巫妖的话，面对R2级大水源还是有点小害怕。人子这个矿也是多灾多难啊，敲了半天还没有敲好。主矿还有农民吗？好，三个农民敲敲敲啊、哦，马上开好了，不容易。欧皇的矿呢，已经拆了3次还是4次，还没有开好，还是浪漫的矿快了一丢丢。科技情况，100。这边也是100啊，开局打了8分钟，快9分钟了，双方依然还是100。这个矿拆的是真的是猛啊！哎呦，大法师迷路了，被野怪给打了，难受。这药膏刚吃被打断了，难受啊！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能不能再拆对手一下？这个矿盖子再被拆，欧皇估计要炸。不过大法师这一波有 TP 啊，有 TP 可以扛两下。来来来，部队拉过去。好，估计还能再拆一次。欧环颓了呀，我都升了2个冰塔还要被拆吗？好，上来先把水元素给搞掉。巫妖升到了4级，哎，好像要好了不，哇，即将好，但是又要被拆掉，哇呀，难受，好几次都是快造好了又被拆。啊，巫妖到4级了，巫妖到4级有2级的吃，2级吃个骷髅，魔法值恢复的还是比较的多啊，这样大法师要小心了。浪漫拆完一次非常的开心啊，我得意的一笑，赶紧跑。哎，这里不要自行回头哦，巫妖这一波是很凶的。好，小鱼人也看不下去了，网了2个福特曼。小鱼人看不下去了，这把欧皇的矿拆了那么多，忍不了了。好，留2个福特曼，巫妖的话也不省啊，一发诺瓦砸下去，2个福特曼全搞掉。那这一波的话，虽然说 Happy 的矿被拆了很多次，但是巫妖的等级起来了啊，巫妖等级马上4.5了。浪漫刚才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去拆对手。自己的防守做得很一般，我这个矿不会被拆吧？好，买一个飞艇。现在的话，小狗没有对空能力，大法师上上下下，来，我给你修飞艇。但是上期上飞艇的人非常的多啊，有没有买票呢？完了，直接把你的圣塔给拆掉。那圣塔一拆，接下来农民又要遭殃了。这一局欧皇打得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生气了。你把我的矿盖子拆了那么多次，我也让你拆一拆你。把我们机器人一次一血先上上飞艇，这边大水源赶紧把小狗给赶跑啊！这个小狗在这里的话，有巫妖又吃了一个骷髅，那接下来一发诺瓦砸下去，小农民估计又要倒下一片。好，大法师这一波的话杀小狗也是杀到了4级3级，巫妖的话已经是4.6了，这个矿应该是可以造好了啊！再要被拆，欧魂真的是难受了。
好，欧皇的话，这一次的话也没有着急一直去开矿，开得很紧，但是科技也要升。二本的话也是即将升好，人族二本已经升好了，分矿也是满地的尸体啊！这一局双方为了开矿，争夺了将近10分钟，哇，惨烈。好，这里有条件抢一下这个五级蓝胖子啊，搞了个大无敌。另外一边，巫妖离五级也就临门一脚了啊！这五级之后，大法师看见巫妖要绕着走。4.8级的巫妖，再差个60多等经验值啊，马上五级了。浪漫，赶紧啊，疯狂的建筑学搞一下。铁匠铺小房子，把这个口子给卡住。塔的话，油钱再放2根炮塔啊，主要是炮塔。没有炮塔的话，估计都有点守不住。巫妖马上到五级了，巫妖五级意味着人族的富特曼、人族的英雄都非常的危险。哎，还差一丢丢，还差1点经验值，哇！大法师，你敢过来吗？哎，大法师想去给对手的主矿一点压力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欧皇的二本已经升好了啊，升好了二本还是比较舒服的。飞艇里面3个富特曼又想去空投了，好，捅屁股。这波有山丘在，杀小狗非常的厉害。欧皇身上没有 TP， 哇，小狗估计要死完了。这一波难受，直接被对手给前后包夹了一下啊，壁咚了。来，小狗跑，又干掉一个。这边还力量加3，山丘的话锤锤锤，小狗别走别走，啊壁呀，锤掉。巫妖五级了，哎，这个还想抢一下吗？大老师要不要抢一下这个装备？好，山丘抢到了，嘿，我山丘招个骷髅给你看看。好，立马招到骷髅啊，非常的逗。好，打完这一波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人口啊。Happy 呢，目前是38人口，那浪漫39人口啊，人口还是咬的比较的紧。科技的话，双方纷纷过渡到3本，那3本之后就是一较高下的时候啊。浪漫的话已经提前放好了车间，是吧？你毁灭，我就飞机。你这个女妖，我就坦克。好，大法师现在等级还是比较的高，接下来山丘要赶紧练到3，山丘没有练到3的话，后面团战不太好打。欧环呢，现在也是带着自己的小弟啊 DK 练了。巫妖的话已经毕业了，哎，可惜巫妖现在不在的话 DK 不一定练得下来，所以巫妖是勉为其难啊陪你练。好，浪漫这里搞了一个什么好的道具啊，大无敌抽蓝棒，一般般。这边分矿开好之后，好像就没怎么受到骚扰了。主矿的话，3本好也是即将升好。人组这一边，我们看看浪漫的话，这边补了3根炮塔，扎实。应该是分矿2根，主矿1根，炮塔还是要有的啊。没有炮塔的话，这欧环现在英雄等级贼高，打正面太猛了。哎呦，上飞艇吧，嘿，这个大法师胆子有点大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主矿1根炮塔，分矿2根炮塔，这几根炮塔一放，家里的话没有后顾之忧。来来来 ，DK 的话过来抓了一个寂寞啊，对手的话已经练完了。好，一发 Nova 经验值到手 ，Happy 是直接转女妖，这一局他懂得啊，我现在科技落后这么的多是吧？分矿开的这么慢，我如果还是正常的什么蜘蛛狗流，肯定打不过对手的骑士。那浪漫也是懂的啊，飞机先准备好啊，侦查一下。看看你转什么兵，女妖的话我就出坦克了。好 ，DK 这边 ，DK 现在1级等级有点低啊，山丘的话现在已经2级了。人族3英雄圣骑士也出来了啊，这边骑士也在出。欧皇的话是直接转女妖吗？人口现在53人口，女妖蜘蛛流，这个战术还是有点百搭的啊。大无敌蓝牌 ，DK 的装备也还可以啊。那现在看看谁会继续开矿，这张地图谁条件好可以继续开个矿，是吧？后面靠资源优势来打，现在呢双矿打双矿啊，开局的话这一点小领先已经微不足道了。女妖慢慢再出，这里3英雄要不要整一个啊？欧皇的话暂时没有整3英雄，家里嚯绞肉车已经准备好了啊，已经准备好对手开坦克了。那最近的话人族打不死族，确实坦克的话用的也是比较的多啊。来来来，2个盒子，加加血，加加蓝。巫妖的话，这里帮帮忙啊，帮完忙就走，把血先降到一定程度，不要过来分经验值，是吧？你吃又吃不到，还要分掉啊，难受。好，
这边打了一个吸血光环，吸血光环如果是狗流的话还是不错。那这边浪漫要开始进攻了，好久没有去你的分矿看一看啊，甚为思念。好，这一波的话飞机升好了对地，然后呢大部队过来杀一波农民，后面坦克也在准备当中啊。好，蜘蛛升好了网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塔好像还是拆掉一个。浪漫以进攻为自己的分矿争取时间啊，虚幻一枪，你要是一直在守，但是欧魂不是这样的人是吧，你打我，打完之后我就立刻出门啊，知道你要干坏事。好，部队过来分矿的话应该是开不了了，这一波飞机再过去骚扰一波，飞机拆塔，点对方的一个绞肉车也是很不错。 DK 到三级了，哎呦，这一波升的还是有点快啊。哎，飞机的话一攻一防，拆的拆得动吗？小农民在修不太好拆啊。好，浪漫的话是飞机在拖时间，先把山丘整到三再说。山丘没有三级，打团战总感觉像一条咸鱼一样是吧，没有梦想。好，大老师让一让，来来来，山丘圣骑士两个人分摊经验值。哎，你敢走吗？对手来了。哎呦，海匪就知道你就喜欢调虎离山是吧，搞一点飞机在这里，在我家里搞东搞西，偷偷练大脸。哦，这一波的话巫妖是五级的，很凶，赶紧把女妖给解决一下，不解决女妖我的骑士可能会弃我而去。飞机的话再一次准备好过来偷袭，但是这边有蜘蛛，好，坦克也开始空投了啊。来，这一波的话空投的投入有点大，坦克加飞机，小农民修再加上蜘蛛的话一个网，嗯，好像这一波好像拆不到什么东西啊，能不能拆掉，能不能拆掉，小农民还在修坦克，还主要是坚持拆的舒服啊，坚持能不能再坚持两三个回合，再坚持两三个回合就能，哦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框盖子还是拆掉了，虽然飞机掉了有点多，坦克的话上飞艇。好，欧皇现在女妖的数量的话也是有五六个了啊，人口63、67，浪漫的话人口领先一丢丢，欧皇的话守了一下框盖子还是没有守住，那继续练吧，把 DK 练到四级再说。这一波浪漫得找机会用机械流啊，又开始机械流上上下下的进攻了，坦克飞机，家里看看山丘已经到三级了，那圣骑士马上好也四级了，也二级了，哎呀怎么就四级了呢，二级532这个等级还可以，圣骑士如果能到三那就完美了啊。 Happy 的话现在嘿没有打的出不了家门啊，别人一走他就出家门，欧皇呢这个人确实打的还是非常的奔放啊，粗中有细，细中有粗是吧，心有猛虎啊，细嗅蔷薇。来，听说抓到一个落单的骑士，跟我走啊，彪，好的，女妖战绩真好玩，怎么办，那浪漫这边骑士的数量不要出太多啊，出太多可能都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是吧。好，分矿欧皇特意专门看了一眼，嗯，没有开矿挺好的，然后这就叫 TP 了，浪漫又绕了一圈过来，又要把这个矿给拆掉。我见面 NC， 大法师小身板有点扛不住了，好的，矿盖子能打退就行，一个 TP 换一个 TP， 我把你矿盖子又拆了，然后主矿坦克又想过去，但是欧皇主矿的话家里有绞肉车，蜘蛛去前面卡卡位置，现在正面的话浪漫已经打不过了，正面打不过只能靠拆家，巫妖一到五级确实让人瑟瑟发抖啊。嘿，这里还是看到一个坦克，但好像留不下他，坦克还是比较硬的。哇，多少辆坦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六辆坦克太恐怖了啊。飞机满地图在挂，把这个视野给控制好，现在欧皇的话打的还是比较的灵动啊，没有被说看那么多坦克给吓住啊。来，我见面打你一个拆你一个，这个坦克想去进攻但是被骑士给盯上了，哼，被不死族的骑士给盯上了啊。好，山丘能忍不，山丘说还是看形势，先杀小狗，骑士太肉打不动，来来再杀一条小狗啊，兵，好，这个骑士想扛山丘了，来来来，巫妖来了，这个骑士别走别走，山丘身上的好，大法师身上有避难，不怕，这个骑士暂时问题不大。来，骑士吸引注意力，坦克又超后了啊，五辆坦克又开始过来进攻，这边分矿有两个绞肉车，来，浪漫又开始双线进攻了，坦克进攻这边是吧，大部队进攻主矿，我看你保大还是保小，来来来，
这里看看多杀几个农民，多杀几条小狗啊，升级时就能到三。那现在唯一的一个弱点就是大法师了，大法师的话见面就扛不了几个回合啊。好，欧魂选择的是英雄保大，然后呢绞肉车保小。这个时候哎呀没有骑士去拆，哎呀没有骑士去拆，那这边的话绞肉车还是比较猛的。好，基地是拆掉，但是矿盖子还没有拆掉，大法师已经扛不住了。欧皇大部队赶紧去守一守分矿，不过这几辆坦克好，分矿还是要被拆啊，守不住守不住。这坦克现在的输出确实有点给力，两攻两防的坦克非常硬，输出也高。女妖的数量有四个，女妖打坦克不咋行呀。好，矿盖子再一次打退，欧皇这个分矿的话腿了呀，7870，对手的话现在是3650，对手比你多踩了4000块钱，嘿，腿了。好浪漫，对这个分矿还是念念不忘啊，看能不能开出来。但是欧皇打完之后必定会去看一下分矿的啊。来，这个分矿暂时开不出来，主矿的话还有600多，马上踩完了。果然，欧皇的话还是要过来蹭一蹭干了，嘿，果然啊，在这里开矿。来来来，乌鸦还差多少经验值啊？乌鸦还差60多点经验值，马上到6级了。6级之后升个大招，谁拆谁还不知道呢，是吧？那浪漫这边的话，木头已经采完了，伐木机器人换个地方去工作呗。好，人口的话，现在浪漫70，欧皇的话60多，欧皇现在人口被压得有点难受啊，主要是分管运营不起来，被坦克跑来跑去，跑的生活不能自理了。浪漫现在是正面不太跟欧魂打，只能够跑了跑啊，通过自己的大局观来跑。来，这里能截到对手的一个绞肉车，可以水元素，哎，你别走啊！水元素的话还是有点紧张了啊，错过了错过了啊，有时候错过就是一辈子啊。能杀巫妖吗？哎 ，DK 4级，哎，杀不了。我 DK 马上到5级了。现在浪漫严控着欧魂分矿开不出来，控着欧魂的经济啊。那怎么办呀，杀不死欧皇的兵也很难受，欧皇现在正面有点无敌啊。好，分矿的话农民过去稍微再看一看主矿啊，走走娘家，然后呢找机会分矿还是想开啊。家里 DK 即将到5级，5级之后3级的 NC 大法师确实有点扛不住，坦克还得找机会，坦克现在已经是3攻2防了。哇，这攻防提的有点快，女妖卡位卡位，我再卡位。这坦克的经验值其实也不少的，欧皇的话这一波 DK 有机会到5级了。哎呀，关键时刻极限避难，现在人族三雄两个避难，见面 NC 来来把你升级士给打死，再来一发 NC 升级士啊，赶紧顶无敌，顶完无敌之后吃个血瓶能跑掉吗？有点难啊。有没有避难？第一个避难，来来来 ，DK 盯上圣骑士啦！好，圣骑士跑到了分矿，分矿有2根炮塔，还是砸实弹。哎 ，DK 还要去追欧环，这一波的话杀疯了呀！歼灭 NC， 迟早把你给带走。好，圣骑士吸引了很多注意力，那大法师绕一圈又来了。欧环这个分矿真的是多灾多难啊，一时半会开不出来。山丘又开始吹杀小农民，嘿，圣骑士还是立功了啊，拖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。女妖，哎呀，看见这个。伐木机器人没有梦想啊，这是机械单位。好，嘿，这个骑士想去占据一下，结果呢避难了。好，一不小心坦克又来了啊，这里的话有多少辆坦克呀，9辆坦克过来进攻。欧环强修这个基地能不能保住，现在基地一拆后面估计会有点扛不住。欧环 DK 已经是5级了啊，欧环现在心想，要是我 DK 能 C 坦克该多好。好，终于看到一个能 C 的单位了，山丘山丘有点扛不住，山丘绕了一圈又一锤杀农民，找机会跑。坦克的话加班加点赶紧灌火，哎呀，山丘也倒下。这一波双方都付出了非常惨烈的代价，人族三英雄全体阵亡。这边不死族的话，哼，3本基地也被拆了啊，建筑现在并没有多少，现在只有6个建筑，分矿的建筑还有一个，好，有7个建筑，主矿的话还有6个。坦克3攻3防，哇，拆起来确实非常的扎实啊。这一局的话，浪漥这前后估计出了将近20-30个坦克了吧，这一波就9个坦克，被拆了几个坦克啊，现在还有1个坦克回去。好，家里的话还有3个车间啊，出坦克
资源方面，浪漫还有多少钱啊？分馆还有1000多块钱，那这个矿也是开不出来。这一局两个人都要穷死。欧皇这是第 N 次开这个矿了，对手的矿都已经快踩完了，还有1000块，比你多踩了将近7000块钱。好 ，Happy， 哇，大招拆建筑了！你刚才坦克拆的我不要不要的，这一次我让你享受一下我的死亡凋零。来，主要还是先把对方的一个车间给干掉，让对方出不了坦克。这个坦克可太扎实了。三车间给你拆两个。来，这个的话也去拆掉。那现在浪漫怎么办啊？车间被拆，后面出不了坦克，正面完全打不了的啊。好，分矿又盯上了，这一波浪漫就盯上你的分矿，让你分矿开不起来。这一局欧皇要是把分矿开出来，浪漫就没得玩了啊！来来来，相当于是双矿打对手的单矿，但是正面打不了啊，只能跑坦克。这边欧皇分主矿还有五个建筑，三个绞肉车，哎，把绞肉车给 A 掉。这绞肉车对于坦克的威胁非常大，欧皇选择 TP 回来，哇 ，TP NC 大法师有没有回城？没有回城。啊，避难完之后升级是自己有无敌，所以欧皇呢也没有去深追啊，现在是先把水元素给清理掉，保着三个绞肉车，这不保三个绞肉车，后面坦克的话真的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五个建筑夷为平地啊。好，欧皇现在还有100多块钱，浪漫的话憋到900多块钱，里面重新再造了两个车间，幸好自己的三本基地还在，好，还能再出3-4个坦克。浪漫现在只有一辆坦克，马上的话又可以出2辆，那就三辆坦克，到时候再出一两辆，是吧？4-5辆坦克拆这4-5个建筑还是有机会的啊。来，欧皇的话 ，DK 也是到了6级 ，DK 也到6，巫妖7级，这个英雄等级确实高到离谱啊！巫妖表示有种跟我拼正面，刚才巫妖还是一身豪华装，现在是全部卖掉啊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建筑。来，家里现在的话还有5个建筑，坦克在这里随时待命啊。哎，浪漫不能够再加的啊，要赶紧出去。坦克能不能上飞艇啊？这两个坦克3攻3防，坦克出门了。那浪漫是用坦克吸引注意力，然后其他部队的话找机会去拆啊。现在能不能把这三个绞肉车给清理掉？清理掉绞肉车，坦克发挥的空间就很大了。好，欧皇这一波的话不能够坐以待毙，他要主动进攻。这个时候呢，坦克跑出去1-2个。这一波看看，浪漫又抓了过来，身上没有 TP 啊。浪漫没有 TP， 欧皇也没有 TP， 但是欧皇巫妖有个单传，巫妖能第一时间回去，这一个打三个英雄问题不大。好，来了。乌鸦要赶紧回来啊！这不回来的话，家里的建筑被拆，兵被杀就很难受。乌鸦7级一回来，嚯，这三英雄赶紧跑。另外一边，这人族远程踩不死族的分矿，哈，相当的有梦想。DK 的话带着兄弟们来了。这边浪漫怎么办？看看怎么调虎离山啊！飞艇的话随时待命。这边欧皇暂时丢失了浪漫的一个视野。哎，分矿看一下，好，没有偷分矿，可以。这边的话，骑士追杀这个坦克。这远程采矿的农民有点多啊，这欧皇看能不能抓一波。抓过来的话，估计要把农民全部给我杀得干干净净。好，等了半天，对手不在，好，飞艇下来又开始拆了。你这边5个建筑，我慢慢磨，把你磨也磨掉它去。坦克现在有几辆啊？3辆坦克啊。3辆坦克，2辆，3辆。好，先英雄下来，来来来，找机会拆啊，能拆一个是一个。水元素过来，把对方的绞肉车给清理一下。这3辆绞肉车后面就是主力啊。DK 六级 DK 的话是没有升大招的啊，3级光环，3级的 C。大师有 TP， 哦呦，小心，这个 TP 哎舍不得交啊。骑士升级是避难，山丘干掉一个绞肉车，升到了4级。山丘现在谁能保他？好，山丘一看形势不对，先跑。4个建筑终于磨掉一个建筑了，磨掉一个建筑，好，这个建筑应该可以磨掉。2个又有2辆坦克来了，
这一不小心五辆坦克，我的天哪！看看大法师什么时候再回到战场。圣骑士的话已经被灭。来，山丘，大哥不在，山丘的话也跑不了了。这一波的话，浪漫英雄已经不保了，就是强拆基地、强拆建筑。好，现在只有三个建筑啦。来来来，三个建筑的话，这里还有三辆坦克。好，这边把骑士给占据一个。哦，最后一个建筑 BO 拆掉。我们恭喜浪漫，这一集说啊，真的是完全不要命的拆啊，终于把欧皇给拆了出去。我们恭喜浪漫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